please pass, thank you. 3, 4, 5, 6, 7, 8, 9, please pass, thank you. Everybody got my yellow card, okay? 然后这边要请问一下，宝宝们刚才看到的是从，比如说这个，market, where are you going? 要去哪里? I'm going to the market, 改成 where is he going? Where is she going? 改成 he 跟 she, 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困难，所以因为中文的文法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在这样子能够做得非常的迅速，是多了很多很多的练习而呈现的成果。好，所以我们呢，等一下继续我们的
said and you. Now I'm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I want to buy some cheese and the steak. Then I'm going to the candy store. I would like some candy and the chocolate. In the end, I will go and sleep. Then, now I'm walking to the park. I see the dog. The dog is mad. Or in any store, I can be to her. She is happy, she is safe, and I am. He is by the park to enter the beach.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Sharon, you are so cute. How about your mother? Dennis. Black. Black. Thank you.
Good. How do you spell? Angry. Angry. Yeah. Good. How do you spell?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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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妹妹 OK， 妈妹妹 OK，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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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妈
然后他们很针对文法，在锱铢必较的，希望他们能够去做选择。好。
好，那他比较少在应用方面。那我们冯老师是真的希望小朋友把东西学好。我们是利用情境，让他们现在已经有的一些生活的经验，然后带入到课堂中，让他们理解句子，然后使用出来，甚至可以在应用，把它应用，应用比使用更高一层。你要知道是在什么时间点、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的方式是这样。那国中的方式，为了考试，他们比较难，是遇到在很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有来上国语讲英语课的老师们会教他们，没有来上的呢，考试前我都会约他们来写那个考卷，这是他们错误的地方会检讨，然后会说明给他们听。好，这是目前我们班上的国中生小朋友，所以我跳讲一下，所以你来看哦，我们上的东西，如果细区分的话，我们已经是国中七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的大部分的句型都学到了。大部分的剧情都学到。那你上国中的时候啊，我们会开一个讲，你肯定要来听哦。好，因为你要来练习怎么样写学校的东西。好，这个东西是比较需要练习，因为有些技巧比较少。好，然后我们的语言能力，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tell stories， 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合作的，我们把我们学过的故事再重新的讲过，对不对？然后根据我的一些线索给的线索，这些回答小朋友是可以。跟我一起把故事重新说，就表示他们是已经理解了、了解了，他们才做得到。第二个，把它引出来，好，他把台词全部背在里面就引出来。好像我们班上有很多大朋友，大一点的小朋友，大朋友，然后他们呢会出来，我都是希望要求他们能够自己，所以其实他们在演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是自己操作，自己 Q， 我就 Q 一个的话自己操作。好，再来是 Q&A， 我们刚才有稍微讲了一下。问与答这个部分，小朋友一般都是背。小朋友大概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动的答。那现在我们要开始训练他问的能力，然后甚至我们从第一人称转到第三人称，这个是英文才有的语法，中文没有，所以我在这边下了很多很多时间练习。那希望能够慢慢内化成小朋友自己的东西，他下次就不会忘。好，就比如说我洗脸跟你洗脸，中文是我洗脸你洗脸，只是改主词，对不对？可是换到英文是不是啊 ？I wash my face. He washes his face. 这个动词就变成第三人称动词，他要加 s， 他要加 es。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要做很多的练习，他们才会越来越熟悉，变成自己的东西。OK， 好，下一个 my diary， 我刚才朗读的非常的辛苦。我们班上有那种。崇尚慢活的小朋友，大朋友，他会非常非常的慢，他念什么东西非常的慢，他也是到最后成功了，对不对？好，然后我们也有就是可能有一些字啊，有一些字可能在尾音的部分没有念出来，我们都后面练习了非常非常多遍，帮他们做最后的矫正，所以到今天才有今天的精彩的呈现。那我讲一下 my diary 的内容，它是由我们的 Kiki Parade 的这个。里面所有的重点句型去串联而成，然后把里面的一些 keywords 挖掉。那小朋友要了解那个句子在讲什么，比如说 I'm going to， 你就会写 I'm going to the market， 对不对？你会开始思索你的脑里有什么字、什么字、什么字，把这些字不会放进去，那意思会不会 OK？ 好，你不会写 I'm going to the ice cream，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所以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深度的复习。借此这个东西，他有复习到了，然后他理解了这个东西，理解我们所有的剧情，他才能够完成脑袋。所以今天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图画，还有非常他们自己的东西。真的，爸爸妈妈，我建议你们回去可以仔仔细细的看他的故事的内容，他的日记的内容。那待会儿晚一点，我把他们的美丽的画册画下去。No。画，像刚刚 Kelly， 对啊 ，Kelly 画的非常漂亮。